很帅，好不好看？要不要再看一遍？没有，不给你看。今天谢谢大家来到这儿，然后看我们的演唱会，然后大家要注意安全，然后下面的要注意安全，不要爬上去，然后上面也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跳下来，然后要辛苦在场的公安叔叔们，然后还有警察叔叔，所以让我们给他们点时间撤后面的东西。你们要不要听我唱歌？真的要听吗？想听什么？那我随便唱一首了，我再给后面周琦点时间。会唱的一起唱哈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原来在发起你藏在我的心中。你的爱是唯一让我都不炸。那现在我要跳舞了，我要跳舞了。Hello， 我现在要跟你们聊两句了。因为要给后面撤东西，然后单色要在后面换衣服，然后首先还是先感谢当地的公安叔叔，然后警察叔叔们，然后还要感谢现场的各位，然后谢谢大家来看我们演唱会，然后还有在场外应援的粉丝们，然后场外排队的粉丝们，就是很感谢你们今天能来到这里支持我们，然后我们都很感动。然后我后面其实不跳舞了，我真的不是跳舞，我要不我给你们唱一个说一个单口相声吧。好啊。昨天的时候我清唱了一段，然后今天你们要不要听？那我就不唱，我现在就不唱。单口相声的话，我可以说一个那个我小时候学会的，我请您吃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眼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猪腊肉，松花小肚，晾肉香肠。啊，好，就这样吧。你们还挺高兴，可以了吗？啊。